家好，我是伟哥，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这个 Rode 的 Wireless Go 2的这个无线迷你麦的系统哦。这个无线迷你麦系统呢，是受到我们很多那种摄影师啦，或是一些专业人士呢，他们极力的推荐哦。这个无线迷你麦系统到底哪里比较特别？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地方？而且这么小一台啊，它到底有什么优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给大家看啊。这是台湾公司货，所以有经过 NCC 的认证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它。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哦。我们先把这个后面来打开看一下，它里面有外面盒子里面其实就有讲说它里面有它的这个麦克风两支，然后跟它的主机一台，然后呢有三个就是防风罩，然后还有一些线，三条线，然后3.5 的连接线，然后还有一个袋子一个袋子。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拉出来看哦，把它拉出来。哦，这边上面的就是它的袋子哦，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一些配件，哦，它的一些连接线啊、配件啊，它都放在这个袋子里面。然后这是它的一个收纳袋，就是你以后你带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哦。好，没了。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是两个麦克风加一个主机哦。然后它的防风罩呢，通通收在这边，防风罩都在这边，而不是干燥剂哦，干燥剂不要乱丢哦。他们有说过这一代的防风罩呢比第一代的好，然后比较不会掉。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主机，就是这一台，主机就是这一台。然后呢，我们把它打开拿出来，它这边按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啊，它的这个 mini mic。它的一个大小尺寸真的是非常的特别。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拿不同的 mini mic 正常尺寸的这种以前我们在用的 mini mic 大小，我们来看一下哦。好，那这个是麦克风，这是麦克风，然后两个麦克风，所以它是1:2，主机、麦克风 ，OK。哦，那它这个防风罩应该就是多附赠哦，因为怕这个防风罩很容易丢失哦，所以。它有多一个，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防风罩怎么放进去。OK， 你可以看到哦，它这边有两个小白点，两个小白点，然后对正这边呢，它也有两个点点，那应该就是白点对白点，哎，就可以插进去，然后再稍微转一下，哎，它就真的不会掉了，然后就多一个毛茸茸的小球在上面。普通的使用方式可能就是直接把它别在身上，找个衣服的部分把它别起来。哦，那可能要稍微找角度，等一下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其实它上面也是有一个 3.5 的一个麦克风的插口哦，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去选购一个麦克风。当然 Rode 原厂它也有卖哦。哦，那有各种形式的，只要是 3.5 的插口呢，都可以直接插上去。那插上去之后呢，它也可以变成了传统 mini mic 的一个形式，所以它也可以去把这个麦克风的这个发讯藏起来，它就是麦克风发讯号的一个装置。那一样可以把它藏在你的就是衣服里面啦，然后 mini mic 或什么，它是可以比较藏起来，藏在衣服里面，哦，看起来不会这么突兀哦。所以其实它的用途非常的多。包括其实 Rode 它也可以直接用 USB 插在电脑上面，它也是变成是一个收音的装置。好，现在呢桌上的这些呢就是我们开箱之后哦，这个部分。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个 3.5 的接头哦，让你的主机可以跟我们的录音装置哦，例如说你今天拍摄是相机上面，它就插在录音装置上面，它就可以。直接做像相机就可以直接做收音的部分哦。当然这一台 Rode 的这个 Wireless Go 2呢，会让大家这么的受欢迎呢，不是只有这样单纯的功能而已哦，它也可以直接录音，它不是只有录在你的相机上面，
他自己本身也有录音，依据原厂的一个部分，如果用标准的格式录音的话，他可以录40个小时。如果是用 broadcast， 就是专业的品质的话，大概是7个小时。那他的主机呢也很特别，就是说他也可以去设定两个麦克风单独的分别录在左声道跟右声道，所以两个音轨是独立分开的。另外呢，它还有一个 merge 模式，两个声麦克风混合录音。那一般来说啊，正常我们在拍片，我们通常都是用左右声道分别两个不同的音轨去录制。我们后置的时候呢，两个人在对谈的时候，我们可以方便做剪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开机，长按呢，它就开机了。哦，那你可以看到，哎，它就是一个彩色的 OLED 的萤幕。OLED 的萤幕呢，在外面其实辨识度还蛮高的，就是在户外的时候。那我们也把这两个麦克风打开。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因为都是放在我这边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在讲话的时候，上面呢直接就会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标示，所以你可以看到。哦，我讲话的时候两个声轨它都会动作。那我现在把另外一个麦克风拿到不同的地方去哦。那我讲话的时候这样的音频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变化。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音频会不一样哦。另外一个麦克风我拿得比较远。哦，一个麦克风比较近。好，然后呢这个是 split 模式，就是分开的分轨模式。说明书上有说，当我两个这两个按键我长按的话，它会变成 merge 模式。所以好，我现在呢把两个按键长按，它会变成 merge 模式。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哎，它就变成单一个音轨了。所以它现在变成是混合模式，麦克风都全部两个声音会混合录在一起。好，那但是这个你必须要知道哦，录这样的模式之下，你回来你想要把两个声音拆开，那就变成是不可能的事了。好，那我们再长按，然后把它分开到分轨的模式，长按，它现在长按应该差不多5秒吧，就变成分轨模式，所以你可以看，哎，现在又变到分轨模式了。这边左边的按键，这边有个麦克风的这个按键，然后下面有个 DB， 它可以针对我们的这个麦克风的收音呢，有三个阶段，你可以看，一，现在是最少的音量值。2、3，哦，你可以看到中间的那个部分，它的音量的部分。好，说明书这边有写哦，当你去按这个的时候，它会循环，它有三个阶段哦。等于说最小的收音音量就是-24 dB， 它的收音就会稍微比较小声一点点。然后呢，再按一次呢，中阶段呢是-12 dB， 再按一次呢就是标准0 dB。好，那我们在外面拍摄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针对我们的麦克风，可能有一支我们暂时不要收音。如果我们在分开的模式或是混合模式都一样哦，就是它可以针对单一麦克风在主机这边呢，可以做一个开关的动作。所以第二个按钮呢，就是你可以去选择你的频道。所以第一号主机，你现在可以去选择到了。第一号主机 ，OK。然后呢，第一号主机呢，我再按这个按钮，选择到之后按这个按钮，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静音的麦克风静音的一个标志。哦，那当静音的标志代表就是现在一号麦克风是处于不录音的状态。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收音，我现在在讲话，所以收音的部分一号麦克风已经不停止收音了。哦，那我们这个再选，然后再把它打开，所以一号麦克风又开始收音了。那我们再按一次，切换到二号麦克风，按一下，二号麦克风现在停止收音，好，我可能就不需要一号或是不需要二号，那我就可以暂时让它做静音的动作。它这个荧幕上面其实显示的数据真的还蛮不错的，就是说，包括你一号麦克风它的一个收讯的一个强弱，底下也有针对它的收讯强弱有一个标示。二号也有哦，那一号麦克风、二号麦克风，然后两个音轨的部分，其实都很明显哦。哦，那三个
device 就是三个装置呢，个别的电量刚开箱，所以三个装置目前都没什么电。好，那我们可以把它充满电之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些其他的测试。好，那顺便我们也可以来比较一下，好，就是这个是 Rode 的这个Wireless Go 2的一个麦克风，好，那看一下以前旧式，它这个很旧款哦，这个是比较 RF 讯号的一个，你可以比较一下它的尺寸大小，这个真的是巨大无比哦。啊，这是以前旧式的一对一的，那你看它三个加起来叠起来，搞不好没有一个大，因为它是新世代的一个传输的一个部分哦。那以前我们这种很容易受到干扰。但是呢 ，Rode 呢，在很多同行他们在测试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说他们不太容易受到断讯的影响，干扰而断讯的影响，所以不会受到声音突然，因为有一些什么，例如说5G 啦、WiFi 啦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导致他的声音受到干扰的时候，突然有杂讯啊，或是断讯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它也可以再去接电脑，如果用电脑的话，你可以下载Rode 的 Central 的这个软体，然后呢可以在电脑里面再去针对着这个麦克风做一些设置。那听说下载软体之后，它也有再增加一些更多的新功能。好，我们现在呢电脑已经装好了这个Rode Central 的这个 APP 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接上去，接上去就是 Type-C 的线，然后直接接上它的这个 Rode 的一个软体，那我们现在机器一装上去之后，因为我们有连接网路，它现在呢这个 APP 上面已经侦测到它有新的一个更新，所以我们做一个 update 的动作，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更新的动作，所以在更新的时候，它下面有一个 Please do not unplug any of your device， 就是说不要在更新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去把它拔掉，或是不要去动到那个线哦。那现在因为新的 Type C 的线其实都还蛮紧的，那你只要不要恶意的去把它拔掉，它都可以做一个更新的动作。然后现在呢，它有一个 Update complete， the firmware update has been complete。You may now use this device with Rode Central。OK， 它已经更新完了。所以呢，我的 Rode Central 呢，现在已经有一些新的功能。好，那我们先按 Down，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连接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Backlight On， 就是它有一个背光的部分可以做一个开关的部分。好，然后呢 Gain Mode 就是它可以去切换。那我们刚才有讲到，在刚开箱，如果你不去做任何的这个软体更新的时候，我们只有三段，就是负 24dB、负 12dB 跟 0dB。可是呢，它更新之后呢，它直接会有十个段落的 dB 值可以去调整。所以它你可以看到，到时候我们更新完之后，我们等一下拔掉之后，它会变成是一格一格的 dB 值了，不会像刚才是一个斜线的一个三角形的部分。另外呢，Split Mode 跟Merge Mode，这个部分，刚才已经讲过了。那其实这个部分呢，其实没什么太特别，因为我们在单主机上面其实也可以做做更新的动作。然后呢，另外它有一个在 Merge Mode 的地方，它有一个 Safety Channel， 你可以开 On 跟 Off， Safety Channel。那 Safety Channel 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会，我们是它是录音的部分，它是左右声道。然后呢 ，Safety Channel 的时候，当你打开的时候呢，它一个声道呢可能是录你设定的一个标准的部分，另外一个声道它会自动降低20dB， 自动降低20dB。那主要就是怕你突然有一个很大的爆音，那超出它的容许范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大的爆音。那它这样的话，它两个去综合的时候，它有另外一个声音是比较录的比较小声的，是比较安全的。OK， 那另外呢，它有一个 backlight button， marker， 这个可能就是它有一个 marker 的部分，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好，那它可以设定时钟，
时钟现在，因为你只要连接电脑，因为我们电脑现在有 WiFi 的话，它上面的时钟就是正确的。那代表这样的话，你可以做场记的时候，你也很方便。我的每一个录音档，就是 Rody 呢，它是可以自己录音在它的这个装置上的。那你这样的话，我们有连接上电脑去做时间校正的时候，你做场记的时候，你也可以顺便写几点几分。那你去读取那个档案的时候，你也可以知道我是几点几分写入了这个档案。那你拍摄的时间跟你的录音档的时间，你也很容易的去做一个对齐的动作。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已经设定好了，我们把它拔掉看看。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把它开机，我们看有什么不一样哦。好，你可以看到声音的这个 dB 值的部分哦，我现在把麦克风也开机哦。因为麦克风刚才是关掉的状态啊，那我们现在把麦克风也开机，一号麦克风开了，二号麦克风开了，一号麦克风也打开了。好，那它现在是一个 merge 模式，然后我们再一样做一个长按的动作，把它切成两个轨道的模式哦。那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 dB 值不一样了，现在是-12 dB， 然后呢？我现在可以切换，你可以看到它是切分比刚才多很多，有没有？现在是10个 dB 值一直上去哦，哦，所以它的这个当你升级之后，哎，它的功能的确真的是又不一样了。那 Rody 其实它有这个升级韧体的功能哦，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以后还会不会增加什么新的功能。因为它这个部分其实也许它以后还会增加一些特殊的一些功能啊部分，这个我们可能在以后会再看。好，那我们现在也把麦克风插上去电脑看看更新的部分啊。好，那我们现在插上去的就是麦克风的部分啊。那我们把麦克风插上电脑，这个是麦克风哦，我们插上去。 OK， 一样它有一个 update require， 然后这个它现在抓到的就是Wireless Go To 的 TX 哦 ，TX 就是发讯号出来的部分哦，所以呢它是 Version 1.0，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 Update 的动作，一样它也是告诉你 Please do not unplug any of your device。好，我已经 Update 完成。OK， 它这边也，你看它这里也有一个，Rody Central.app 想要取用可卸除装置上的档案，所以它也可以读到档案了。所以你看我装上去之后，我的电脑上也可以去读到，它变成是一个随身碟的硬碟，那它也会在你的上面显示，所以到时候你回来录在上面的档案，也可以直接插上去 USB Type-C 装置插上去，你就可以直接读取它的档案。好，那我们 Down。然后呢，点选我们的 Rody。哦，要点选这个部分，设定的部分。好，那设定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呢，第一个它有一个 Recode， 就是说它现在你升级之后，它新增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在上面录音了。如果你没有升级的时候，它不会再直接在上面录音。那我现在升级之后，它有一个录音的功能 ，OK， 所以我现在是把它打开的状态，你也可以把它关掉。然后呢，另外它会有一个 PAD 的功能 ，PAD 功能就是如果今天你去采访别人的时候，你把它拿起来像是一个移动式的麦克风啊，等于说我现在对着我讲一讲，然后我移到别人那边去。它会有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移动的部分，那它会把它变得比较就是它的声音就不会开得这么大啊，收音的部分它不会开得那么大，所以你移过去的时候，哎，它这个部分就可以比较指向。好，然后那 LEDs 这应该也是声音的灯光的部分，
然后或是 mute。然后下面这边呢，就会有一个 broadcast， OK， broadcast 呢，recording， recording 呢，它有两种模式哦，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standard quality， 就是一般的 quality， 可以它可以录，现在因为这是全新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它可以录制的是43个小时。那如果用到broadcast， 就是比较专业的模式的话，它是大概7个多小时。然后好，在 record 这边我稍微再讲一下，它有三个切换哦，你可以按下次它是一个 record， 是 always 就是无论如何你只要一开机，它一开机就一直录音，一直录音。所以这个可能不建议大家开，因为我们不需要从我们一开始开机它就一直录音哦。那另外还有一个 backup 呢，就是说，它是做一个备份的动作啊，所以只要它跟主机有对到，两个有互相开机，它才录音啊，它才录音。好，那另外一个是 off 的状态，就是它完全不录音的状态，就是跟买回来的时候一样。就是它不做录音的部分，那我们还是把它开到 backup， 那可能平常你可以也许做一个备份的动作的时候，它就是做一个 standard 的 quality， 40几个小时其实非常够用了。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它的升级的部分。那一样就是两个也要都，另外一支麦克风也要升级哦。好，我们也都更新完了。那如果我们有拿去外面拍摄呢，然后有一些心得，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然后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那有新的开箱，或是有使用上面的一些心得，我们会马上再跟大家分享。